醉意而来，朦胧中的我不知道该不该将门打开。你仿佛看出我的犹豫，轻轻哭了起来，然后隔着纱门对我诉说你的悲哀。刹那间我突然了解，你这样的男人要的不只是爱。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刹那间我突然了解，你这样的女人要的不只是爱。什么时候该给你关怀，什么时候我又应该走开。